跟我们各位网友来打个招呼。Hello， 大家好，我是小超人超哲。Hello， 大家好，我是小太阳宁浩。Hello， 大家好，我是江明佐。欢迎三位，谢谢三位，谢谢大家。让三位在世界杯这么大好的时间当中来参加我们的节目录制，我现在也在想，今天到底是什么情况？是。那今天这个话聊嘚嘚嘚要聊的这个话题，就是你们有收到过，就粉丝们送给你们最感动的礼物是什么？他们送过我们很多东西。是啊，还有印象吗？就是印象最深的那一个。他们很贴心的是，因为我有伤在身嘛，所以他们。经常会送一成箱，哪里有伤啊？就是腰伤，对，这么热情就开始腰伤，送各种膏药，对，就是成箱成箱的送膏药，他们是成箱送的，跟家里的老人一起，对，就是我说，搞不好过段时间要开始做一些药铺代步工具，有可能，别胡说，不要开玩笑，就是这种，其实他是关心你的身体的，对他们非常关心我的，觉得很贴心。哎，说618，你们应该都买了很多东西吧？就有没有准备？有，就有购物车 standby 很多清单，是。然后我最近因为常熬夜嘛，然后就准备了一系列的保健品清单。保健品，对，很养生。所以我们今天中年中老年化妆，不好意思，来到走错棚。夕阳红，隔壁是北京电台养生会。我先去隔壁棚。所以你就是跟身体比较有关系的，对对，健康有关。我们俩可以一起，就是俩一起拼单，对，我们两个应该可以开一档养生节。那我很难抉择，因为我跟大家关系都太好了。说吧。哎，陆丁浩，你这个人生活在戏里，是吗？就没有人生的戏，对对。那我就是你们俩，我选你吧，要不就。哎，你要给个理由啊，因为他帽子今天戴太大。影响到我就，这是理由，就扇到我，突然之间就感觉跟他合作会比较方便。为了安全起见，那我第一次看你选队友会用这么牵强的理由，就是你编也编一个，就随便选一个而已。好，随便选。那我自然而然，我们俩一组了，跟大佐来来来，很开心，我们俩一组。粉丝们做过最让你感动的事情是什么？我是因为有一次。因为我们有个见面会，然后呢人很多，然后那个台跟观众距离很近，然后呢有个身高不太高的女粉丝，然后是你在干嘛？你在讽刺我？身高没有，我自己也不是很高，自己也不是很高，好不好？就是随我，就是他就是很辛苦的举着我的灯牌，但是呢他被人群淹没了，对，他就。我只看到他，只看到我的灯牌，所以其实他可能都看不到台上在发生什么，他就很努力的想把那个支持你的灯牌。对，然后我就会跟他说注意安全，因为怕真的挤到，发生的事情。很感人。看林道德来抽好不好？好，好的，来帮大家抽一下。来了，就是你拽一下二号，就会看到那个盒子会动。OK， 拿着爱的号码牌。对，所以我现在要拽他是吗？拽下来的，主要全部拽下来的，所以这个吗？就是他，就是他，太温柔了，不是把二拽下来，对不起呀。导演说拽下来，你就把二拽下来了。不好意思，当时他没有来过。好的好的，是直播，不好意思。所以我再拽一次，是不是？没关系，你就拽，你就拽。是他，就是他，对，就是他，是吗？对。好的 ，OK。导演真的是。一定要拽下来，形式感这么强烈吗？他都动了，还要拽下来？对，刚刚已经动了。来，你打开给大家。OK。哎，任务卡。本轮你们要用到的道具是。哦，先看下礼物是不是 ？OK。好有形式感。非常有形式感。很好，行程一步一步要。对，非常专业。对的。这个礼物呢是本轮福利。你给大家看一下。本轮福利是618个美的定制版陶公仔，大方大方，618个，大家点福利好大，点击起来，有，很应景啊，618，非常的厉害哈，618个，618嘛，然后再来看一下任务卡，然后想获得这个福利呢，就得。这轮用到的道具是美的电风扇，现场摆有高低不同，不同的20个玩偶，每个玩偶身上都有一个关键字，现在已经被布遮挡了，然后你们需要借助美的电风扇掀开玩偶的盖头，获取关键字并组词，3分钟时间内在题板上写出词组最多的队伍获胜。是
知道，真的听懂了吗？大概理解了吗？理解了。其实我就是按照规矩把台本念了一遍而已，其实也并没有懂。不理解，我们先移步到我们的这个游戏里，好不好？好的。就是要组词语，对吧？哎，我现在需要它的遥控器。来，几位先站到这边，正对着这个台子。好的。现在呢，你看到的是一个各种葫芦娃以及玩偶遮盖的一个台子，那每一个红布下面呢都有一个玩偶，脸上都有一个字。一会儿呢，我会用风扇把它们都吹起来。那当你看到了某几个字的时候，一定要牢牢把它记住，迅速的写在题板上。那我们是不是需要两个板子啊？是的，这是两个，这是两个板子，这是下面有一段的。哦，还有是这样，是这样。有点，来，我们往后退点，站成个八字，不要背。两个板子，左左，你往，我们斜着这样站。哦，斜着这样站，对对对。然后大家把刚刚看到的词马上组成词之后，迅速的一边写一边大声的念出来，不可以重复，明白了吗？你来写吧，我们分工明确。好，准备。我用风扇。无论如何，所以我们每写一个都其实都不用擦掉的，因为证明自己曾经写过。是，对。我们就学他们。多长时间？三分钟是不是？三分钟的时间。三分钟的时间之内。哪一组写的多，哪一组就赢了，我就可以给粉丝发福利，这是第一。第二呢，每一组写过的词，别的组就不可以再写了。啊，可以偷看？什么？可以偷看？偷看就晚了。那怎么写？一算招，都过来拿吧。好，来，准备好了啊！准备好了，要开始了，一定要大声的喊出来哦。边写边喊，要说，对，你来喊，你嗓门大，要举手，然后迅速喊出来。好的，如果别人也喊过就不算了啊。哦，好，准备，开始。来了，哇，好大的风，酷暑，暑在哪儿啊？有啊，好的。好，我们先写好了。先开了一个，又先开了一个。啊，我们写好了，怎么这样？不写啊？好了，写。哎，酷暑，我们喊了，我们喊了。这样，这边 A 组，那边 B 组，好不好？好。来 ，A 组刚才一分，继续。我们是同时喊的，只不过凉凉是词语吗？不算吧，他把两个字连在一起。凉言，酷言是吗？酷言，酷言不是，这是你们读的是哪本字典啊？言，哎呀，他倒了，这风也太强了吧！好，我们现在看二档风，二档风完了，这风力也太强了吧？这风力很大。谣言，谣言。这个摇吧，弟子加油啊！加油！能，不能？快点！掀起你的盖头来，静！加油！加油！静！梁静！哎，这有几个字已经露出来一半了啊！好，三档风开始。这个倒下去是谁啊？我都忘了他叫。他是酷四娃了。这是谁？他是酷。哇！是了，你们放道具的人真的是哎。你们把这个东西放得这么下，怎么缺得掉啊？你们好缺德哦，真的，怎么可以这样？我们什么字也看不见。哎，来了！什么脚？脚是谁啊？哦，强劲！强劲！写那个强。等一下，给一二三四击掌。顺风。温凉算吗？算什么？温凉不算，快！为什么不行？加油！送风吗？清凉，清爽，什么东西啊？我们写清凉，你们写清爽吧。好，哪里有爽字？哪里有爽啊？我写清凉，凉风，凉风，凉风都出来了，凉风。快，最后几秒。遥控，快写。强劲。送风，好。颜值，智能，颜值，智能，颜值，可以。高能。二一停，好了。来，几位？我看一下我们这边啊，我们这边写的是酷暑、强劲、
清凉、凉风、遥控、送风。但是我前面两个是听到，我前面两个是听到你们喊了，后面我自己写的。那就不算了。算，我很诚实。算吗？反正我们也赢了。对对对，送给他们了。你们写的是智能、清凉、高能、凉风、强劲。我觉得这个游戏对他们来说，对内部来说些许有些不公平。为什么？毕竟我年纪比较大嘛。然后呢？就是词语的储备量比较多一些。哦，所以你是靠智慧赢的？靠演技？也是没有了。没有。所以你们两个是年纪的总和赢过的。你们是眼力劲比较好。对。最后呢是林超泽和大佐组获胜，是七个，恭喜！好尴尬，好尴尬。他跟你击掌，耶、yeah! ！尴尬吗？没有，因为我下一轮赢回来。我刚刚看到他头发被吹，所以我有被就有观察到这一点。因为三位模拟大片拍摄，你先戴帽子可能很难做到。是时尚要领，帽子会刮飞了吧？哎，这样吧，就是那台机，那台机，对对对，那台。走近一点嘛，头发有一点吹动的感觉。来，我把风调到三他帽子戴很紧哎，吹不掉。你干嘛要跟？你干嘛在看动啊？你再看我看一下。发胶喷太硬，也是没有了。我们的发型老师有在，就发胶不要钱，狂喷。所以你刷下头。哎，我的妈呀！好的，我们需要有仪式感。我们非常的有仪式感，而且这件事真的很难做，就是三二一。是，来各位，我们一起喊。做得到吗？三二一，哇！抽奖了，抽奖了，抽奖了！开始了，六幺八个。来，大家准备好。我的问题是，如果连续不停的转圈，你觉得它可以转多少圈呢？转圈吗？是的，转圈。我们先说林超泽，永不停歇。转多少圈呢？大家可以刷 A 呢是十圈 ，B 是二十圈 ，C 是三十圈，现在请选择。我可以选 D 吗？永不停歇。你们俩互相来写。不好意思，大家，我虽然在这个节目当中叫大佐，其实我还有个艺名，小彩旗。哇！我跟你说，左哥，那个我粉丝都取了个名，什么叫小彩条？小彩什么？小辣条？小彩条？小彩条？小彩条？因为当时我当时在节目里面就是有转圈，转圈著称，对，然后就他们取了个名字叫小彩条，这样。所以 A 我有一个外号叫不信邪，是我想看，我外号叫我想看。十、二十、三十，你们现在请作答。我觉得我的粉丝会跟我心有灵犀。A B C 来转起来。好的，林超泽 A 十、B 二十、C 三十，准备三。来，超泽你自己喊。我相信你们哦，真的。你这太难了吧？二一，邀约大家。好。哇，第一个，我先看一下你的答案，好不好？很无语，我有在闹是不是？我有在闹是不是？送不出去来闹的。来第一个啊，有可能粉丝会更好。四川云端第一个人回答是 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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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巨多的 C。那么究竟他的答案对不对呢？能不能获得奖？看一下他的正确答案。我不得不说，你的粉丝跟你真的非常的默契啊。对，是，不好意思，我真的猜错了，太有了，好不好？脑回路特别的长。三二一，走。D 一直转。我以为你们。好，三 D 了，三 D 了。作为弥补的话，接下来的节目你就一直转到了。这样吗？来吧，那我先出去啊。好了，就选 C， 就选 C 了。对 ，C C C， 好不好？几位准备好了吗？现在请脱鞋，同时站到这个垫子上。那左哥辛苦你，辛苦左哥。我觉得这个有点歪。左哥先来吧，因为他那个大家都知道身体不太好，所以我跟张金锁得在这拿衣服是吗？两组同时选一个人派作为代表来拿衣服，另外一个人来负责挂。而且关键是单脚很吓人，是要单脚来吧？要不要先站去站一会儿先？不用啊，身体这么好，左哥。对，来准备。准备好了吗？先把门打开。先把门打开。哇，这能装好多衣服啊！一开始。快点快点！只有一架，只有一架。快点，衣架上衣架，你要挂上衣架，衣架。一架。来，好远啊！太难了。救救孩子吧！快，加油！这个比赛对于我来说，哇，大佐哥好厉害，也未免太轻松了吧？哇，大佐哥你完全没有动都没动。姑娘加油！这什么衣服呀？太痛了！加油，左哥！你是最棒的！加油！来，姑娘，来！
装好多。不要掉了，不要掉了，好，加油！哎，他们完全，这个洗衣机真的是容量很大呀。哇，床单能装得下？时间了，加油、啊！这是什么啦？莫名其妙。先把地上的弄了，先把地上超级。等一下，我一只手就没有办法这么做了。要一只脚哎！啊，救救孩子吧！要一只脚哎！啊，快自己自己来，自己来，自己来！你扶着我，你扶着我！好遵守游戏规则啊！哎、我 手不疼啊，手好疼、啊，手也是一样疼啊！来，哎，这样好好很多哎！哎，他们找到了一个方法，还有30秒。哎呦，我挂出汗来了我。很认真挂，你快点，还有13秒，一件衣服都脱裙子啊，挂不进去。好好，你们这边第一轮就有劣势了，要加油啊！再挂一件。8、7、6、5，这个不算，这个不算，站上去。3、2、1，停。好的，把你在空中那件吸回来。哎，我来跟你们讲啊，不是我嚣张。我最后一件我都没挂，哇！我觉得我们应该能赢吧？不一定哦，你挂的很整齐。说真的，真的不一定。他的点好奇怪。你很会挂衣服，真的很会挂，很整齐。左哥有强迫症，左哥有强迫症。哇！哎，我们数一下件数好不好？真的很整齐。数一下还有多少件？哎，来，我们请导演组脱鞋上来数。来，先数这边，2、4、6，我脚流血了没？10，没有。你流的胜利的血。2、4、16件，哇，16件，哇。来，再来一起看一下，包含的种类非常多，是，哎，有裙子，有床单，你的床单很厉害，背心，床单很厉害，而且这个床单，坦白说，能挂成一件像衣服，真的很时髦，风衣，大衣。好，你们那边，来看一下这边啊。2、4，哎，这件6、8、10、11，我们是多少？我们还16，十，这算吗？这不算掉了。哎，你有发现这边我们真的很认真，所有的衣服都挑这种小领的，特别难挂的。都是他在那边折衣服，你看大佐这边的衣服加难度。而且我主要看到的衣服都是小领，我脚在流血。你看大佐这边挑衣服领子有多大？是。所以取向的原因还是要。是没有想到这里面能塞这么多的衣服，是，他真的很厉害。好多，还有很多，还有很多，没错，因为还有好多小天鹅可以洗好多，还有1、2、3、4、5、6、7、8、9、10、11、12、13、14、15，还有15号，16、17、18、19、20、19加这边16，再加那边11，总数是多少？11、48。谢谢真挚的导演组啊！哇，一直整我。嗯，其实哎，大家喝口水，喝口水。刚刚粉丝们已经疯狂在刷 ID 二。姐姐喝水吗？没关系，没关系，喝水。谢谢。我们每一组派一个人来抢歌。是的。那我们组肯定是你来抢了。我来抢吗？毕竟你连我的位置都坐了。胆子很大，你对不起左哥。跪下！你来抢。哦，我来抢是吧？好。好吧，我们组，你们俩派谁来抢？我们就一起抢吧，我们两个人力量大，可以。那我们一起抢吧。输太多了，我觉得我又怕，我真的有点怕你。这样吗？我除了小彩旗之外，还有个外号叫小曲。我没小了。而且我跟你们讲，虽然新歌你们都熟，但是以我们导演组的平均年龄来说，他们挑选的歌应该都是我那个年代。那你们派一个人吧。派一个人，你抢吧，我抢吧，你抢吧，好吧，来，你可以给他提示，好 ，OK， 我也可以给你提示，你去抢，可以，所以你们两位准备好了吗？话筒啊，一会儿听到了，大声的说出歌名啊，来，请听第一首歌曲。犹豫。爱的就是你，刘佳的爱的就是你，怎么可能是爱的就是你啊？对吗？
哦，是那个版本的爱豆，是另一个版本，你会唱吗？唱几句，唱几句才算。你再放两下，再放一下。从头放吧，从头放吧。真的是他们靠本事的，确实确实会有笑，今天我才笑，很想赢，很想赢。我们来听一下第二首歌，来，请听第二首歌。贴近你的耳朵，什么来着？撒浪嘿哟，永远都是一二三，我爱你。回答对吗？看一下正确答案。哇，回答正确。哦，你们两个我还没有选，各凭这样吗？那陆静浩你先。你讨厌别人说你什么？我讨厌别人说有你。你有麦，你有麦。哦，我。好，谢谢。我讨厌别人说有你的综艺超无聊。哦，是。你选一个。我选。你好黑。你好黑。你黑吗？我黑。真的黑。倒也不能反驳什么。这已经是事实好吗？事实。你没有。咖啡豆，咖啡豆，这个很好搅啊，这个很好搅。也就是说，如果他们的勺子啊，如果那个一定能碎的话，那我们就输定了。但是还是我们还是有希望的。是我们还有希望。来先看一下，我的勺子有点太难了。勺子真的。勺子感觉就很难了，大家到后面。哪个是勺子？大家到后面，在这里的那个瓷的。我一开始以为是个勺子，我以为是塑料的勺。我们这样，我们先来弄。先来弄咖啡豆，好不好？对，先看咖啡豆，咖啡豆在我这儿。哦，来先来检验一下，是不是真的咖啡豆？啊，好的，换一下杯子，换一下这个咖啡杯，可以，是这个是吗？是的。我叫勺子，把手冲前。把手冲前，这边冲前。哇。好 ，OK。一看就是两个不会干活的人，一个这个不要越忙。来来来来，先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咖啡豆。这咖啡豆，咖啡豆是真实的吗？真实的，是真实的。然后全倒进去。好，看一下啊。搅碎它，来 ，Come on。Ready？ 大哦。来，我们做一个咖啡味的勺子料理。来，谁选的勺子？谁选的勺子？自己把它放下。我给大家敲一敲，听听看。哒哒哒，卖馄饨吗？真实的勺子。来，放进去，放进去啊！三二一，开始。哇！好可怕！按住！拖拉机即视感。啊！哇，震动也太大了吧！哎，哇，可以停了吧？可以了吗？太大了。我觉得它。哇，感觉怎么样？力量很强吗？它会变成粉吗？我觉得它差不多了吧。时间还没到，是不是？一分钟。不烫吗？有点烫，因为它在摩擦。对。好吓人。哎，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目前可以给你介绍一下所有的那些美的的产品。他停了，在我们揭示他之前呢，先跟大家看一下，我们场上其实很多东西都是来自于美的的。那么我们所有的产，哎，什么？这是勺子吗？这是勺子吗？他已经全部打成勺子，他已经全部打成碎末了。哇，倒出来，都倒出来吧。不用了，真的一股很难闻的味道，大家闻一下。我也想闻一下，赶紧，就是那种糊掉的味道。所以证明这个机器真的很厉害，很能打，好厉害，对，很能打，他很能打，很能打。你们三个人当中谁是比较臭美？臭美都臭美。大家可以在评论当中，我们这样，我们喊三二一，不喊三二一，大家一起来指，好不好？我们俩也参与投票，猜一下，就以我们就是现在目前为止第一观感，好不好？好，来，三，准备好，三二一。啊，你指的是谁啊？指他。陆地浩三票获胜。哎，没有啊。哎，等一下。陆地浩两票。哦，三票，一二三。三票，一二三。对，那陆地浩三票获胜。我是啊。三票。是。一二三。对，一二三。是的，是的。还有姐姐，对。三。所以你三票获胜，你有什么获奖感言吗？他那么浮夸的帽子。
我竟然赢了，我今天就戴了个帽子而已、啊、你们解释一下吧，你为什么觉得他比较臭美？因为他是会，我是平时就是自己解释吧，就是护肤步骤比较多，是他是就晚上会比较忙一点，就是对自己的脸的保养会比较，对，晚上 sky 就比较满。左哥你干嘛选他呢？步骤很多，我先会听听他们怎么说嘛。对，最后就是晚上睡觉之前护肤嘛，步骤会很多。可是你刚选的是林超泽啊，现在要说的就是林超泽。来，你说说我，这样林超泽的话，就是因为他每天早上都会起床第一件事，先会看他的衣柜，看个半个小时，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之后，然后还是选不出来衣服。是衣服比较多的那类。对，帽子很多，家里到处都是帽子，对，一个比一个大。就我的地盘也都被他。所以你就是那种比较实在、实实在在的。对，我比较实在，特别照顾他。衣柜都让给他，衣柜都让给他。干嘛那么选呢？因为他东西特别多。浩浩选的原因是什么？你知道我选是他。对，为什么？东西很多。为什么？他不能选自己啊！就是因为东西多。对，后面他臭。对，臭美是吧？每天放学了就会去文具店里试笔。哦，对，就是笔，不是琳琅满目的笔吗？各种颜色的笔要试。然后当时就开始练签名，在那个本子上面，然后开始签名这样。三岁左右是吧？也是没有这么小啦，就是小学的时候，对。怎么会有人这么小就开始练签名、啊？因为当时就是想说，哎，就试试笔，然后就是当时。老了，我小时候都在模仿别人的签名。啊？模仿他的吗？所以今天呢，就给大家实现一个童年的愿望，好不好？好。反正先选择你们自己比较喜欢的一个摊位。那我们就到这边吧，我们就自然而然来到这边吧。这边吧。好，那么现在你们每一组呢都有了一个自己的文具店。来，既然有了小店，首先要干嘛呢？首先叫卖。叫卖。哎，陆丁浩，我这里有个很时髦的包，哎。哇，这太时髦了！我太时髦了吧？立刻有。你俩真的很爱演。夹得很时髦。立刻腿。我觉得先给自己的那个店铺起个名字。起个名字吗？叫什么名字？你觉得？来，浩浩这边先选。我们叫什么？我们叫小可爱文具店。小可爱文具店。好的，那你这边呢？我是觉得，因为左哥嘛，大佐老师，然后我是林超泽，然后我们叫超大文具店，可以吗？超大文具 ，OK。超大，就感觉很豪气，很有钱的感觉。感觉我们超大文具店，我们好像有点小可爱，有点没关系，小可爱，超大文具店，有没有？来，手机在车上。好，这样两位现在开始给你的打印我们的名字。这个东西它就是 X1 上印宝。对，现在呢，两位请用格力象印宝打横幅的功能，打出自己的店铺名字，变成它的牌匾，然后贴在你的店铺上方。哇，这个很值得在见面会上用哎。嗯。来，快打印，快打印！超大！你们在这边干嘛？我们已经打好了。我打完这么快。哦，小可爱，你们要加油哦。我们字比较多，然后要把撕下来是吧？哎，看一下，它其实是可以贴上的。对呀，这里可以，这里可以撕开。哦，很方便。然后撕开之后呢，来贴。好。打印来了。哎，贴好了。哇，这个很方便哎。超大文具店，很简单，有没有？超大文具店，按一下就出来了。对，稍等一下。他们还比我们快，好快。哎，已经贴好了吗？贴上，贴到哪里？然后加点。哇，还要装饰一下，用格力油彩棒。哎，这个打出来的很大，油彩棒很方便。那是水溶，水溶直接就有一个标签。是的，好，把它撕下来。好，我们贴上。OK， 现在呢，两家店的名字。有了一会儿我会跟两家店分别下单，但是呢，要想要下单，我需要你们的电话，怎么办？对，写好了。请问你们有名片吗？我们有名片吧？你们有名片吗？我们现打，现打，现打名片。好，这个还能打名片吗？我们的经营就这么开始了。是的。哎，几位是不是第一次做生意啊？对，第一次做生意很开心。好在现在你们有格力象印宝现打还来得及，不然真的你要丢很多大单的生意啊。稍等一下。哎，不要再选了，因为我们的这个象印宝里面有非常非常多的选项，里面有很多的模板非常漂亮，
台上。所以刚刚我偷偷的有瞄到他们两位在自己店铺的模板当中已经选花了耶。所以你们选好了吗？请输入名片内容。好的，来输入名片内容。其实平时没事的时候真的可以跟同学呀、好朋友一起玩这个做名片的过程，真的特别的有趣。是的，林总裁、陆老板，下一个现在网友已经开始给你们起名字了。你跟我想的一模一样。谢谢，快我的，谢谢。你好，我这有一个50亿的大单，请问你要把名片送给我吗？必须给您。来了，哇，大胆。好，我不得不说，浩浩其实你看他特别的活泼可爱，但是他真的是一个特别规矩的人。为什么我们打出来的名片，对，你们要横过来，我们比较大，你要横过来，看，再来一次。你们小可爱文具店为什么是宇宙无敌大呀？就是符合逻辑。你看我们这是超大文具店。对，你们我们地址来给个特写。我们的地址是你心里。哇，而且是我们俩同时想到的。他们的地址是哪里啊？我们有太空省，哪里来的太空省？我跟你说，我们是有正规的，就是火星的吗？我们是经过就是批准的认可的文具店。对，你们是你心里就是不知道是哪里。Where？ 好的，来，把你们的名片给我了。接下来呢，我要开始下单了，因为现在在我手里呢有50亿要着急花出去。哎呀，我看看啊，一会儿呢我会给你打电话。哎，虽然你长得漂亮，但是也做梦是不是？太好了。今天呢，我就要从宇宙给你们打电话。我这个便宜卖给你10亿。我考虑一下，一会儿要推销给我。现在我要打电话了，你准备接电话。喂，这里，这里啦。喂，你好。再来一次啊，刚刚那条不算。来，没打通呢。来 ，Kip 老师再给个铃声，谢谢。你可以打回去。来电话了。Hello。哎，你好。哎，你是文具店吗？你是哪家文具店？我们是超大文具店。哇，超大文具店太好了，我知道超多的东西，你们都有什么？可以给我推荐一下吗？是吗？我们这里有非常时髦的那个夹包，然后还有。我这里现在有50亿。50亿吗？我们这个包。我们这里有桌面吸尘器。桌面吸尘器是吗？对。啊，非常好用。还有相印宝。还有 X1 相印宝。还有地球仪。我想买个地球。我想买个地球。你想买个地球吗？你想买个地球吗？那我给你打个折吧，88折。好啊，好吗？30亿给你，好吗？好的，是得利的吗？我只要得利的。啊，是得利的呢，没错呢，就是得利的呢。OK， 好，那帮我下一个订单，谢谢。好的呢，拜拜。来吧，他要地球仪一个。他要地球仪一个。啊，林超泽怎么卖？31亿。林超泽一会儿再问你怎么卖。这里啊。是，我也觉得。哎呦，现在觉得好想看你们热舞啊！对啊，热哇，有多热？只想为你证明。有要热舞吗？热够热吗？真香！哇，嗨起来，哇，好嗨！来，又有电话了，我的，不要抢了。Hello， 你好，我们是小可爱文具店。你好，小可爱，我上次在你们那买的得力文件夹特别的好，所以我还想在你们家下单。哎，你确定你不想打他吗？我们这边都是回头客，还能聊我所有人都会在我们这边买，没有人会去超大文具店的。好的，我想要遍地贴，你们有吗？当然啦，我们这边应有尽有，要什么有什么。棒，还有什么胶带等等，你都有什么都给我来一点好吗？是这个，请问是天选好物少女吗？哎，你好。我们是超大文具店，因为我们会打印新单，所以我们现在都给你准备好了。那边好像有点问题，是不是？会想打了。小可爱他们就是那边操作的不太好，他们不太会弄这样子。那你们会弄？你们现在有什么订单啊？我给你看一下，你刚刚讲的便利贴、油画棒、修正带，我们都给你准备好了，并且之前的地球仪也为您准备好了，随时可以到天上为您送货呢。哇哦，我们天上就需要你们家这么贴心的订单。好的。那这样吧，你也给我来一份好不好？我已经给你拿好了呀。好的，那你给我准备好，我先马上来。行的，你赶紧去安慰一下小可爱们，因为他们现在是慌掉的。我们做到了。拜拜。你们
下单单好了吗？再把你们的订单的价格一定要给我哦。你要订单一个，后面是一个，这二个，为什么要打一一个？第九一一个。然后我们这边清单出来了，我们这边清单出来了，出来了出来了，来看一下，看一下。总销售额超大文具店为71.9亿。71.9亿。谢谢大家。好的好的，一会儿我就让老板花钱给你啊。一个，我把它贴上吧，好吧。好。再增加一个，这边是我们销售的东西。看一下我们现在的价格吧。跟大家介绍一下销售额，因为今天呢在直播间当中从哎呀小可爱店你们速度有点慢的呀，小可爱太精益求精了。我手机打完了这个发票，哇好长啊，它可以无限制的拉出来，你可以选取你想要的那个。okay, 对，我们就很长。好，等一下，所以你们的费用总销售额是费用一个60.9亿。60.9亿。来小可爱，小可爱，来到隔壁来看一下，隔壁的总销售额是71.9亿元，然后我们只销售了三样的东西就达到了这样。卖太多了，我们四样东西。跟各位讲一下，他比较厉害的是，因为他在你们打单的时候，他突然给我回过电话，又推销了一下，所以我不得不宣布这一组获胜。我们从头输到尾又胜了。是的，小可爱是默默的。小可爱这一轮其实本来他们做销售做的蛮好的。他们这个。把撕开，我看你是有毛病吧。贴给谁呢？他还可以贴。撕开，把撕开，贴到你觉得有毛病。是你的时间。嘿。同时还有一个功能，你们几位做饭吗？做，有空的时候会做。真的假的？真的。真的吗？谁做啊？都做，都做。反正你没有说话，我。是他负责吃，他负责吃。不太会。我们自己在那里好，其实就家里会买一些，我会煮泡面，自己在冰箱。啊，你真棒！我还会煮那个饺子。哇，好厉害啊！小红花，商业互吹。哎，你们要不要试一下拆卸一下看看？好啊，方不方便？其实这个灶也特别厉害，我想做的除了这个油烟机之外，它的灶也特别的厉害。我们拆一下这个，你要拆一下是吧？好，哇，好，单手就可以拆，单手就可以拆掉，单手可以拆掉，对，实在很方便，太方便了。来，金总，你装下，装也很简单，直接摁上去就好了。挂上，对，对准，对准，挂上。它其实是的，正好一个点击，对，它上去了，摁一下，很方便，很方便，真的厉害。我想问你一个问题，他们俩在干活的时候，你在干嘛呀？我吗？我在，他在家里就是这样打下手。你拆一次给我看看，我看你有没有学会。一次过啊。哇，做过黑暗料理吗？黑暗料理吗？嗯。我在泰国的时候做什么？是因为前段时间我们团综有播出嘛，然后我在泰国的时候，你的脸有点黑哦，往后一点。我们在泰国的时候团综嘛，然后就是我做那个名字有点复杂，黄油芝士烤德式香肠。然后呢，当时那个地方呢，其实做出来很一般，没，因为幻想中很漂亮很好看，但是呢，当时没有烤箱，我用微波炉，然后进去叮了一分钟，拿出来是焦的，它烂了，是不是整个屋子都弥漫的？它烂了，对，它长得不好看，那个肠应该也是爆掉的，它爆掉，对，它四分五裂这样。那我向你前来再推荐一个吧。啊，那有东西送吗？哎，你怎么什么都要送啊？买东西不就是要顺带搭个东西？是，好，福利。我妈每次买衣服，那个模特身上那个项链，我妈说可不可以给我？然后腰带，我以为你妈会问这个模特可不可以给我。也可以。操作技术我也不是很放心，所以我觉得我们就用一档风，一档，我们来赌，看看导演能不能那个。行，行不行？行，我觉得我刚刚看了这个方太油烟机的那个，还以为你说刚刚看了这个导演的面相。没有，看了他这个油烟机的功力，我觉得一档都难。对，因为它风太大了，它那个抽烟的效果非常好。我这轮的问题大家请听好，你曾做过最失败的料理是什么？来，请两位就回答，请两位回答。我们两位直接一起吧。好，来，这样子。先看看浩浩这一次，对吗？嗯，对。喂，对。哦，我们明白吗？就是，
啊，来吧，你们就想的非常之不合理，一张图里又有 A 又有 B 又有 C， 到底他们是选的谁的答案呢？但是那也不重要，对不对？反正吧，你们俩就自己先写上自己的答案。OK， 来你们抢，来吧，大家来猜一下哈，猜一下林超泽跟陆定浩他们两个人做过的最失败的料理分别是什么呢？是 A 还是 B 还是 C 呢？来，来看一下，有选 C 的吗？我想问，有 A 有 C 没有 B。哇哦，哇哦，是 amazing， 你刚进来吗，朋友？那我们这样，我们先决定，有刚刚有人选了 A， 就是你选的 A， 是对吧？所以这位选 A 的朋友是多少？他的哦，恭喜你，恭喜。好，那为了 B， 我们再截一次屏，好不好？那大家只选 B 就可以了，谢谢各位。快点结束。因为陆定浩非常想送出自己的签名照，好吗？是，很怕送不出去。今天我们真的是做了很多的实验，然后也做了一些游戏了。怎么样，三位可以说一下自己的感受？嗯，很开心来到明星现实，很开心，很跟大家一起玩，对，能跟大家能玩游戏，不是，对，这什么感觉？很开心，有点累，没有，因为刚刚咳嗽咳得有点那个什么，对，注意身体，注意身体，对，不好意思，今天有点。没有，你的粉丝一直在刷弹幕说一定要多喝温水。谢谢，谢谢伟伟，谢谢你们，谢谢超姐。然后也希望大家以后能多多支持我们 Trini 十八，然后我们接下来会带很多我们的作品、新歌以及我们更好的舞台，然后给大家。嗯，然后请大家多多关注我们哟。所以今天非常开心哦，跟三位一起来合作、哦。谢谢两位老师，谢谢两位，也要感谢本场这个年终粉丝嘉年华特别节目。我们下期再见了，拜拜。拜拜。谢谢你们。